我三岁三岁都在过厝啊。每天中午，我妈妈会从上班的地方骑脚踏车回来，弄午餐给我吃，然后睡午觉，慢慢的大外，大家他困去困去了。他什么时候在骑脚踏车去上班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手心里面会有一种东西，那两毛钱对我的童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现在记忆一直保存的那一块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当时的两毛钱虽然是冰凉的，但在放在手中它是温暖的。阿弥提起香香西落水洗你点点啊滴，为了明天别离愁，从此不能再想。